He looks like a perfect 10.呢場波對好多人嚟講都好重要，球迷等咗呢場波好耐噶啦，用熱烈嘅打氣聲送佢哋嘅球隊嘅球員出場啊！哦，非常之壯觀嘅一個球場啊！喺呢一個球場，每一場波都可以話係一場盛事。場波開始啦噃！嗱，隊友識走位，咪有更多選擇啦。跳起一頂，最後啊，頂得麻麻地啦。哇！禁區裏邊咁多自己友都唔俾喎，難怪入唔到啦。朗拿天奴同對手單對單，好關鍵嘅解圍啊！即刻啊，搶翻啦！接走咗个波，呢个失误都几严重下噃。咦，防线有个漏洞喎，明明有咁多选择，点解会咁样拣噶？卡卡，算系好准嘅一球啊！传波出去，传得好，一脚啊，崩埋去。OK 啊，都值得試一下嘅。九保健英呢個射門咧就夠曬力嘅啦，不過係冇準。傳波唔係好夠默契喎。朗拿天奴射佢，守得好啊！朗拿天奴都要讚下呢個撲救啦。几脚嘅短传啊！有空位俾佢啦，喂，有机会啊！有球员就话系角球，不过球证咧就判龙门球。霍智星，九保健英。射佢！基安劳基当拿龙马速晒路啦，开界外球，
哇，呢球有趣喎！沙迪奥文尼射啦，正系靠自己嘅技术，冇龙咁冇冇到入去，真系几犀利喎！劲啊，一个人带波啦，玩晒咁扭过对手，可惜临门一脚唔得。啊，可唔可以俾到落去呢个空位咧？善用空间模式，将个波清走先。做乜咁大嘥啊，后生仔！冇机会嗰阵时又话冇机会，而家有机会啦，又把握唔到。睇实边个喺前边啊？奔马汉踢走个波，压到上去咯噃，有冇机会入波啊？一开始反击好好噶，不过有头威冇尾阵。个波而家喺美斯度，喺眼前都几多选择噶。有机会反击啦，靓波，南野托实，咦唔错啊，咁但系跟住之后点先？整个反击都唔错的，如果入了这球就世界波了。哇，几乎是被人推开的噃，将个波送去边线了。沙迪奥文尼，沙迪奥文尼传中，目标球员在晒度啊！跳到盡頂呢一個波，有波入啦！喺咁大嘅壓力之下，仍然表現得非常之冷靜啊！艾靈夏蘭特犀利啦，咁樣揾個身體咧擋住對手，然之後製造空間可以射門喎，成隻獅子咁，真係夠曬勇猛！拜仁慕尼克率先取得入球。好似佢呢啲咁出色嘅球員啦，無論喺邊支球隊啊，都好似漆黑中嘅螢火蟲一樣，入波梗係靠佢啦。洛迪卡斯簡迪係突破嘅好機會嚟噶，個波喺卡卡嘅腳下，咦，解除危機啦，輕輕撩高個波，反擊嘅時候唔夠專心，失敗，機會咁樣浪費，失敗。美斯、艾宁、夏兰特，嗱，睇到啦，睇到有人啦，喂，餐屎啊！哎，而家可以反击啦，呢球传得唔够准噃，一开始反击好好噶，不过有头威冇尾阵，艾宁、夏兰特，我话唔定一球定胜负啦。做乜咁大嘥啊，后生仔！冇机会嗰阵时又话冇机会，而家有机会啦，又把握唔到。南野托实，想追翻呢球波啊！有机会突破，一个长传啊，上前抢，卡卡，呢个波啊甩咗出去咯，掂啦，俾人抢走咗啦，个波就过咗边线。聽到雞聲了，上半場完，上半場我就覺得是勢均力敵，不過兩隊的咁努力啊，加埋都係得一個入波啫。雖然形勢咧同佢哋預期有啲出入嘅，不過咧都仲有時間俾佢追噶。如果入到翻個波咧，成場波就唔同曬啦。Ricordiamo a tutti i tifosi di usare gli appositi cestini per la raccolta differenziata. Grazie.Sostituzione di giocatori. Numero 26. Numero 13. 下半场而家开始。Numero 18. 剩低四十分钟俾你哋追嘅咋。Il numero 14. Il numero 8. 哦，呢个波过唔到咯。Kagawa. 朗拿天奴。
反擊啦，向右翼傳出，個預知能力真係好啊！咁都俾你估到啊！解圍啊！睇下俾唔俾到個靚波先。中田英壽有機會，喂，把握機會啊！個波甩咗出嚟，擋進啲球波。大腳解咗圍啊！呢個波點追啊？明明有咁多選擇，點解會咁樣揀噶？伊東純也，伊東純也傳中，一腳踢走佢。走井宏樹，閱讀球賽能力好啊，預測到之後會發生咩事？好嘢啊，食曬個位，連前鋒咧都翻翻去後場度幫波啊！一隊好球隊嘅前鋒咧就係第一道防線啊！你睇下佢真係幫到自己嘅後衞唔少噶。安全起见啊，清咗先啦。头先真系牙烟啊！拜仁慕尼黑攞到个波啦，呢种打法就系有呢个风险噶啦。沙迪奥文尼啊，可唔可以俾到落去呢个空位咧？算系好准嘅一球啊！成个反击都唔错噶，如果入咗啊，呢球系世界波啦。你有冇入啊？冇問題，二球波追平啊！呢場波夠曬睇頭啦啩？嗱，強強對決，其實多多少少都估到會打到咁噶啦。而家就係睇邊個可以把握機會先啦。一定要有一個關鍵人物企出嚟啊！沙迪奧文尼，賓馬漢擋住咗球波，好明顯要判罰球噶啦。力量同力量嘅对决啊！截走个波啦！做乜咁大嘥啊，后生仔！冇机会嗰阵时又话冇机会，而家有机会啦，又把握唔到。美斯，美斯够硬净啊！挡得好啊！不過送個角球俾對手啦，要sostituzione di giocatori。拜仁慕尼黑第二个角球，到目前为止他们的对手得一个角球而已，第一时间解围啊！基利安麦巴比，朗拿迪奴，基利安麦巴比，结果就是没有结果了。成功搶走了，朗拿迪奴嘗試走位配合下，卡卡攞到球波，但就找不到機會入波。
睇实边个喺前边啦。传得好。而家睇落咧，场波嘅关键咧就系边队能够冷静啲，能够 hold 得住个波啦。佢有机会发起反攻啦，伊东纯也，喂，传入去啦，仲未啊，攞到个波啊！喂，呢啲时候咧，有经验嗰啲球员要负多啲责任啊嘛，唔可以就咁简单就失咗个波噶。哇！大皮腳，嗱，睇到啦，睇到有人啦，两队都踢得咁积极，睇嚟两队都有机会赢喎。差唔多到最后防线噶啦，解到围就好啦。明明有咁多选择，点解会咁样拣噶？个波喺孙兴文脚下，哎，做得好啊，攞翻个波。我话睇你呢下啦，喂，仲有机会喎，够钟啦，够钟啦，就快，会唔会有估计唔到嘅结局咧？基利安麦巴比，杜本润一睇得好通透，截走呢球波啦。孙高速推进，中田英寿。嗱，呢场波睇嚟99%都打和噶啦，不过仲有一次机会。好大嘅空位啊！将个波啊清走咗，进入补时阶段啦。咦，防线有个漏洞喎，喺眼前都几多选择，传埋去中路，过到啦，过到啦，有机会射啊，嚟啦，入波啊！哇，睇下现场嘅气氛好到，有姿势又有实际。嗱，速度咧永远都系反击最重要嘅因素嚟嘅，如果能够好好利用嘅话咧，防守点防都顶唔住啊！完场啦！呢一场波真系不得了啊！吓，班球员搏到尽，将成个局面啊扭转晒。系咯，呢场波真系够晒戏剧性啊！最后阶段先分胜负。嗱，其实佢最后能够赢得到咧，完全因为佢心态咧够进取。一般嚟讲咧，嚟到呢个时间和波咪算咯。佢哋竟然够胆喺最后阶段仲去搏争取入波，好嘢啊！时间差唔多啦。多謝阿 Keyman， 大家咁話。